会和他以这样的方式重逢。撞撞人间一趟难免会沮丧，就当疼痛都是假象。喊黑就狂奔去远方，摘掉那些无聊的伪装，去把每一种希望都绽放。 Run running girl 也曾在黑夜中彷徨，也曾被轻易的遗忘。Hello， 各位，有件很重要的事情通知，本酒店集团的 SVIP Number 11 Mr. 的您即将到达，请各位抓紧时间做好准备工作迎接。天哪，是你在包吗？必定还有其他 SVIP Number 11 吗？收到。Hello。喂。What？ God！ Hello！ 上面通知 ，Mr. Fox 即将入住酒店。啊 ？Mr. Fox 还多久到酒店？还有三分钟。你去把我最好的项链拿过来。好。他狐狸先生啊，因为他这张脸啊从来都不笑，而且没有人可以瞒过他任何事情，你知道吗？他竟然从酒店客房的被子上面的一根狗毛就能推测出有职员偷偷在客房里面养了宠物，所以才叫他狐狸先生。是啊，那个被发现养宠物的职员最后怎么样了呀？当然是被开除啦。关于他入住酒店的事情啊，我简直可以讲两天，而且每一件事情都超级恐怖。那他的长相一定挺可怕的吧？其实他长得还蛮帅的。我的大小姐，我求求你了，你能不能给我一点，就一点点的私人空间？三、
谁赢了？我又没有看比赛，我怎么知道谁赢了？都说了，我在看资料呢。刚才甜甜给我来电话，我都给挂了。咱们一会儿可是得谈判的，我不得做做功课呀？总不能每一次都拖您后腿，是吧？李总，您看，待会儿我要是表现得好，是不是就能放我去看现场了？顾哲，如果拿不下合作，公司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面？你能不能有点危机意识？恒指整体的缘故，甲方公司在跌，牵扯到合作回款，数据不用和他提，但是季度业务的环比增长在同类公司当中是最好的，必须重点强调。哎，万一对方刻意要聊资金问题，当然是坚决岔开话题。要记住的就三点：第一，抬高对方；第二，为对方感到遗憾。第三，是要时刻记住，你才是恒星夸克的总裁。Even, why you don't talk to me about your business group? Well, if you want to talk about this topic, please allow me to extend my visa first.最高水准呢？行了，我挂了。黄牛给我打电话了。黄牛，你是不是又没出息的帮他买游戏大赛现场票了？哎呀，他这回可是连女朋友都没有带，认认真真的来工作。目前呢，一切顺利，我可是答应他了的，愿赌服输啊。好吧，我真的挂了。顾总最棒，顾总最帅，晓得给顾总去取票。梅姐，咖啡。对不起，宁总，今天是正式会议。我疏忽了着装，稍后我会自行给行政邮件申请扣薪处罚。哎，
林先生你好，我是你的 VIP 服务专员某瑞尔，欢迎你再次入住 B 店。这是我最后一次入住你们酒店。啊，你好啊。你好，有一位叫联盟卫士的人说替我在前台留了游戏大赛的现场票，应该装在一个信封里。啊，请稍等，谢谢。此前的欺骗性消费导致我丢了手表，你们已经丧失了一家五星级酒店应有的品格，你觉得我还有续费 VIP 的理由吗？请在我离店后取消，谢谢。真的是很抱歉。哦，你的手表我们事后已经找到，一直妥善保管，请这边稍等。李先生，我好像存放在那边了。那边啊。嗯，谢谢。请您看看。谢谢。还有什么需要帮助吗？没有了，谢谢。谢谢。票我好像拿错了。哦，对不起。啊，没事。这个女人想干嘛啊？于青青，你当老娘是来度假的吗？还是啊，谢谢。这人实在太可怕了，老李，你快回来！我倒要看看是哪路神仙。这一段可以再，应该 we can do it, we can do it, okay, do it. 他进来之前一切都非常美好，那孩子都快叫我哥了。谁知道他就说了一句话，真的就一句话。
性格就全变了。他说什么了？他说。说了半个小时的废话，不过就是为了掩饰你们上个季度同比降低了12%。要么解释为什么，要么闭嘴，不要浪费大家时间。顾正，你给我出来，你给我说清楚他到底从哪儿得到的数据。你出不出来。顾正。我怎么知道呀？哎，姓顾的，顾总，你不会又要逃跑吧？哎，明天的二轮洽谈怎么办呀？我不管了。哎，你看，顾哲，是你说的，来聊什么产线合作，所有的事情都你兜着。那个什么什么，宁成明，一看就很，我一副都很难对付。老规矩，你呀是我秘书，这事儿。你搞定。我实话跟你说，这个宁昌明，我真的搞不定。哎，你想想，你是谁啊？你是我的万能秘书李姐，你不是常说吗？啊，只要思想活泼，办法总比困难，是不是？你努努力，想想办法，搞定那个宁昌，别再让他在里面瞎搅和瞎搅和。啊，顾车，去哪儿啊，顾总？咱们回头见。顾总到底要去哪儿啊？我呢，出去散散心，看两天比赛，没准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就已经搞定了。加油！顾哲，你给我站住！再起！顾哲！人的一生，总会遇到许多令人措手不及的情形。比如，不靠谱但可爱的老妈。妈，我回来了。回来啦。有东西奖励你，这个是你，这个应该是你吧，妈妈。那这个是我。那这个人是谁呀？当然是你爸呀。你不是说我爸是蜘蛛侠、蝙蝠侠、克拉克、盖博、周杰伦以及等等等等吗？他也可以是这个人啊。再比如，素未谋面。突然蹦出来的爹，钱钱，我是。你爸呀。还有。哎呀，顾少。哎，我们又不是啥坏人。是。爸。哎呦呵，这东西不错啊。给。收，快收。干嘛你现在？啊。是。干嘛呢？有。笑啥？问你干嘛呢？再帮你们算，距离鬼哭狼嚎还有多少秒？3、2、1，你动！你动！请你问小弟你这个。你回来！别打了！我是李浅。Surprise， 浅姐，以后小的还得靠你罩罗。比如从小玩到大，却从不靠谱的老板，以及。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关系是，两者在理论上既有联系又有矛盾。这题我在上第一节课的时候就讲过。是。那你为什么选了错误答案 C？ 因
因为遇到不会的就想试呀。类似的错误多到可以在学校里给你开一场个人展。老师，您不用这么客气。我不是在夸你。你都拿回去吧。老师，您愿意给我补考的机会了？我教不会上课睡觉的人，不想浪费自己的时间，零分重修吧。以及和你最最最讨厌的人。路相逢。你听懂了没？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狭路相逢，勇者胜啊，老李，你可不能怂。我想跑路。郭正呢？他。老郭去，炖了。还我是。我去，于青青，全世界最好的姐妹，我就快死翘翘了，你知不知道？还不赶紧帮我想想办法！哎呀，我可断，血可流，女人不能丑，维护美丽的同时也不影响我给你支招啊。哎，你说那财大老狐狸宁成明不在学校好好当老师，出来当什么总裁啊？我今天稍微打听了一下，他是和他师弟马浩一起创立的官鼎，才两年多就已经是业内新秀了。是吗？那要我说呀，你不如趁这个机会干脆跳槽到他那得了。反正你和宁老师也是有师生情谊的嘛。啊，于青青，你听听，你说的这是人话吗？不行不行不行，我当年被他支配的恐惧还历历在目呢。哎，你不是号称学院街八面玲珑、独领风骚的于律师吗？你赶紧帮我想想办法，有什么能耽搁他两年的法子？他这种人吧，寻常招数不管用。我换个说法啊，就是那种光明正大关他两天的法子。那我得想想。待会儿给你回电话吧。拜。老岳，我看见林成明了，他好像出去。你说怎么办啊？要不要跟？去哪儿啊？不知道啊，那你赶紧跟上啊。你先过来吧。那你这还怎么跟啊？我在这儿没车，但是顾这有啊。不说这个了，我能跟。哎，你到底有招没有啊？有。我有一大学关系不错的男同学，后来毕业之后呢，娶了个替国老婆，现在人已经入赘了，还当上了警察。哟，关系不错，前男友啊？到底会不会听重点？他说呢，今晚罗勇有人举报一家夜店内有不法交易，
只要你把宁成明骗去灌醉了，丢哪就能连累对方至少被关一周。骗他？你头有几个脑子？废什么话！我现在就把地址发你啊。我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儿啊？等会儿再跟你说。怎么样，医生？情况很复杂。也不知道钱姐这事情解决没有啊。到这儿来了，难不成给我个惊喜？宝贝儿，干嘛呢？我正在家泡。泡啊！觉得三四天差不多了吧？怎么样？这么多？三四天很久了，好吗？好吧。哎，这姓顾的突然 Q 我，吓我一跳。他是在长吉港呀。
得了吧，就他那脑子，80%真的是吃喝玩乐，18%是闯了祸如何让秘书摆烂，剩下最后2%才是女朋友。能想得到查老娘的脑才有鬼，敢绿老子，活腻了。小心点还真是命大呀。 The patient has a sense of protection. His arms and ribs are slightly hurt. Limbs are not severely injured. His brains have been hit, but it's difficult to tell if there's any squelettes before he wakes up. So you mean that he can't be discharged recently? Yes.Although the patient maybe has to return home. But for health reasons, I suggest he stay in hospital. Although you can't如果时间太长，宁成明给马浩打电话，马浩继续商谈，这样过犹不及，谁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儿呢？对了，还有那个助理，我该拿你怎么办呀？不是跟你说了吗？对男孩子不要下手那么重的，男孩子不扛打的。但是他老拽我辫子，我就教训了一下他，我又没用力。你真的很讨厌他吗？嗯。妈妈，我知道打人不对，但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可以换一种方式啊，和他和平相处，变成好朋友。你可以打。去院子里看看那个小兔子是不是又不乖了，不好好吃胡萝卜。嗯，我去看看。妈，你老实说，你以前到底忽悠过我多少事儿？我什么时候忽悠过你了？哎，那你爸的事情不算。哼，你自己还知道啊？哎，啊，有人找你呢，在里面等着你呢。找我？谁啊？你去看看就知道了。你没骗我吧？林老师，怎么是你啊？
不可。什么时候遇到不会的问题不选 C 了，就给你及格；拿不到我的学分，就等着在大学念一辈子书吧。不要啊！你醒了，你是谁呀？你会不知道我是谁？别逗了。这是哪儿？我怎么看不清楚你啊？他连自己是近视都不记得了？那你还记得自己叫什么吗？我是谁呀？你又是谁呀？你努努力，想想办法，搞定那个宁成明，别再让他在里面瞎搅和瞎搅和了啊！如果时间太长，宁成明给马浩打电话，马浩继续商谈，这样过犹不及。His arms and ribs are slightly hurt. Limbs are not severely injured. His brains have been hit. 你听好了啊！你呀，叫宁成明。宁成明。我呢？是你女朋友，啊不，我是你的未婚妻。沉入了海底，好像星光的孤寂，我的生命中最好的回忆，只因为拥抱你。追忆着过去，
爱的意义，最好的时光就是现在，别去猜所谓结局。